请问关老板在里面吗？哦，你是钟大夫吧？你是？哈，我是他弟弟，咱们外面说。好。嗯，基本情况就是这样。 要不要你们自己考虑吧。嗯，那等我哥他们回来，我跟他们商量一下。谢谢你啊，钟大夫。看样子他是输了不少钱，不过你们最好还是小心一点，也是财货两空。嗯，那我先告辞了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 指导员，看来队长他们的大鱼要上钩了。是啊。 等他们回来吧，今晚我们就行动。是。我等你很久了。醒醒呢。在屋里面。我给你5分钟的时间。 是不是你把他们抓了，就可以放我们走？这是当然了。我很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所以你也要体谅我的心情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今天晚上他们会去药品仓库，然后通过水路运到西口。 你决定。啊！求求你没事吧，求求！叔叔走了。叔叔，他和我玩游戏，他输了就走了。去看看。 计划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希望你能信守承诺。我希望再看你而已。晴晴，妈妈，我想回家。妈妈这边还有事情，等妈妈忙完，妈妈今天回家好不好？晴晴，等妈妈回家。 姐姐乖，姐姐乖，姐姐乖，要听叔叔的话，知道吗？啊，知道了。妈妈回来接你的啊，姐姐乖。 哎，兄弟们！哎，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今天手气不错，赢了钱，想着自己在家喝酒也没意思。嘿，赢钱！我俩来犒劳犒劳几个兄弟，热闹热闹啊！
来了来了，摆在这儿，让你这么一弄，我还真有点饿。哎，是吧？老满，今天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啊，竟然让你赢了钱。这张臭嘴，我就不能赢钱了？不怕点我好是吧？好，来来来，老满呐，天天发大财。咱们兄弟啊，天天吃肉。对，吃肉。这句话说的对。来，干了，兄弟们，来，干了。够劲儿吧？来，再倒一杯。啊，这酒够味儿了。来，坐。啊，走。哎，倒上啊，赶紧满上。来，哎，哎，多加点。哎，来，喝着，得，兄弟们，喝着啊。来，端起来。哎，吃啊，最喜欢吃的。哎，你也吃啊。兄弟们，吃啊，吃。哎，满上。哎，来，兄弟们，还是老满仗义啊。来，边吃边喝。来，一起来。哎呀，哎呀，过瘾呐，过瘾，够味吧？啊，过瘾。是，同志们，今晚八点，我们准时出发。得手之后，二牛负责开车到江边，秋荣、小苏负责接应。是。队长，我有个请求。你说。我想请求让汉翔也加入这次任务。不行。队长，你就给他一次机会，让他证明一下自己好不好？指导员，队长，你们就给他一次机会吧。如果他出了任何问题，你们可以就地处决他，我绝对不阻拦。我申请，相信秋荣一次。多一个男人，药品转移会快一些。王大雷，那就让他先留下来，如果有问题，就地处决。母亲呢？她去哪儿了？她去帮我办件事，很快回来。啊，我在这儿等她，然后赶上你们。不如这样吧，你们直接去西口，负责接货。好，明白了。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大家准备出发。走。事情你都听到了，如果可以，我宁愿没听到。既然事情这样了，我是不会让你追上他们的。冬梅姐，你是要开枪杀了我吗？不，小七，你只要不去追他们，我是不会杀你的。只要时间一过，我可以放你走。你觉得我会不顾他们的安危而苟且偷生吗？该走了。你知道我不想伤害你，那你就应该让我去找他们。现在去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真的，
小七，不要再往前走了。为了晴晴，我真的可以开枪的。董文静，你为什么不把晴晴的事告诉我们呢？至少你可以告诉队长，我们都会想办法把他救出来的。不，你们都不了解陈佩然，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。那你就宁可牺牲队长，牺牲整个小分队吗？对不起，我也是没有办法。你没有孩子，你不会明白。至少我是这样，只要青青能够安全，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我是没有孩子，也不明白你的感受，但你就能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去送死？我刚才已经说了，千不该万不该都是我的错，有什么仇有什么怨都冲我身上来好了。请你冷静一点，让我把他们找回来，只要有队长在，一定能够救出青青的。你不要再说了，我已经说了，再过几个小时我就可以带青青回家了。而且我说了，你只要在这儿老老实实的待着，几个小时过后我就会放你走的。好，我不走了。给你们一次机会，把枪放下来。交放屁！来人！
我们从下午找到现在了，连半个共军的人影子都没看见。 给处长的情报，你说他能有错吗？啊！都给我提起点精神！是，头，头，我发现他们了，在哪？在那边，带路，好，走。你醒了。 为什么要绑我？不想看你白白送死，你让我看着他们白白送死，你还不杀了我？我说了，只要过了今晚，我会放你走的。小七，对不起，我别无选择。 我要走了，你就安心在这儿待一晚上吧。等到明天我接了晴晴，回来放你走。冬梅姐，冬梅姐，小苏。 离约定的时间是不是差不多快到了？啊，还有20分钟。啊，20分钟。哎，周汉祥，队长，你认识他？当然，他以前是咱们的人，就是因为他身边这个女的，居然背叛了党国。 那正好，咱们现在就把他们一起带走。哎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他们好像在等什么人呢？同伙？哼，就他和那两个女的能成什么气候？他们一定是在等其他人。等他们全都到了，我们再动手。好，明白了。 Thank you.
我把大雷就交给你了，你先带防弹雷射。那你们呢？不用管我了，你们先上。 一定出什么意外了，不能再等了，我们还先撤吧。周汉祥，你打什么鬼主意？你说什么呢？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，他们一定出什么意外了。没有指导员的命令，我们不能走。 他们如果出了意外，敌人很快就会发现我们。他们是不会出卖我们的。小苏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虽然你们之前好几次打败了陈佩然，但是他绝不是你们想象中那么容易对付的。如果让他发现你们在转移药物资，他一定会派人来江面搜查。小苏，好像说的有道理。 我们先回去等消息吧。来吧，我们先把朱凡收起来。不好，他们要跑，上，走。 出卖我们！汉翔，汉翔，你在干嘛？对不起，秋兰，不用这么看着我，我是师座派来做的卧底，我可以跟你回去。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可以给师座打个电话。要是有什么问题，你随时可以枪毙我。 好，我相信你，连自己的女人都骗，真有你！把他们给我带走。是。
你车上装的什么东西？证件呢？车上装的都是医用物资，送去前线的。 领子上怎么有血迹？哦，前两天杀鸡，不小心弄上的。我们要整车检查一下。走，等一下。什么情况？这是我们自己的车。长官，您是？ 我是19师部的参谋，负责秘密接应侦缉物资。目前供档到处流窜，我们所有的物资都要乔装成普通的货物，就是避免被偷袭。有问题吗？知道了，长官。你们可以走了。放心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上车，已经耽误2个小时了。 19师部的参谋，代号067。因为你们小分队出现了内奸，所以被唤醒了。不用你，我们也知道内奸是谁。周汉祥。你错了，是杜冬梅，是他出卖了你。杜冬梅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是他？不会错的。我亲眼见他到了联络点。 出卖我们位置的人，都是他。对，我本来是想及时通知你们，但陈佩然手下到处找我，所以没有机会。我知道你们的任务是运送这批医药物资，所以在哨卡等你们。但其他的人呢？在仓库中埋伏了。他们掩护我才闯出来的。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。 目前最关键的是要把物资安全送到，只有这样，他们才不会白白牺牲。他们不会牺牲。我们队长一定有办法出来。那就等物资送到之后，再打探他们下落吧。你这准备往哪儿走？我们还有几个同志在岸边等着接应。原来的计划，走一段水路，想避过桥上的封锁。 辛苦了，您请吧。您请吧。哎，刘师座，嗯，那肖姐您请。这几天你们辛苦了。师座，您一路上也辛苦了。我听说共党的一个小分队被你们给抓获了。哦，是啊，不过还是让他们跑了两个，现在已经全城戒严，整个锦屏都封锁了，在搜捕他们。啊，干得不错。哎，对了，小川儿。 没给你们添麻烦吧？哎呦，您这哪里话？小川，来来来，这次小川可帮了大忙了啊！好，有两个供据，就是他在江边给搜到的。是吗？当然是真的。哦，对了，舅舅，我们把周化祥这个叛徒也抓回来了，他都死到临头了，还说是您安排他潜伏到小分队内部的。阿强，你受苦了，为了党国的胜利。
开门。是。给他送宝吧，是四爷。谢了。还好你小子命大，师座保你。行了，走吧，师座等你呢。 周汉祥被判了，不要自责了。小苏，对不起。哎呀，行了吧你！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要不是你成天让我们相信他，我们能把他带在身边出卖我们吗？哎，你放心吧，你肯定没事儿。一会儿就被他接出去，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真的是因为。 我真的是以为我们可以用感情去把他给感化了，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他还是会拿这一切当做他升官的砝码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秋荣，就算他背叛了小分队。 没有找到带话的下落。是啊，把渠道的共军先三请放一放，缉拿带话放在首位，就算是把整个锦屏打过天翻地覆，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。是，属下明白。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情麻烦，你也不必亲自来趟锦屏了，是吗？是啊。看起来这林督察员给了您很大的压力啊。 要不要我们？哎，以后这些话呀，不许再说。他是委员长的人，不管发生了什么，都不能在我的地盘上出事。是。报告。进来。对，汉祥。哎呀，哎呀，汉祥总。哎呀，多亏了汉祥兄的情报，如果没有您的情报，我是绝对不可能活捉这帮共军的。 来来来，这伙共军如此狡猾，这功劳还是要归功于程处长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就别再相互吹捧了。你们俩呀，就是我的左右手。
精神合作，才是我最需要的。是，这以后在剿共的路上，我要多向汉祥兄学习啊！陈处长过奖了，彼此彼此。行了行了，跟我过来吧，我还有事儿交代给你。来来，请请请请。 我说你干嘛呢？啊，晃来晃去的，。不知道他们究竟怎么样了，这个我会再打听。这几天呢，你们就委屈一下，千万别出去，这里还是比较安全的。吃饭吧。谁是陈秋荣？是，跟我出去。韩云杰，我不会丢下你们跟他走的。别装了，你啊，赶紧走吧，找你的汉翔去吧。别那么多废话，赶紧走。小心。周营长，我们单独谈几分钟，你们先进去。是，我们进去。秋荣，秋荣，事情紧迫，你一定要听我解释。在这许下的爱。
像冰冷的雨拍打我的窗，让金色的希望装点你身旁，看见远方的光，它在为我点亮，等到夕阳的方向，像冬天的雪铺满大地上，等挥别的人们眼泪在流淌，关上一扇门，它为你开一扇窗，热血洒在青涩